本上是支持廉潔的政府愛國的，這個情懷是沒錯的。所以在這個無忘六四方面來講，我對學生這一方面的情操呢是表示高度讚賞。歷史還有其他的東西要評價，其他那些誰對誰錯，我覺得沒有必要在這裡再糾纏下去。我只是承認一件事，學生的出發點是好的。